以变的嘛。哎，那个，奶茶快点啊，客人还等着呢。小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丢东西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楚雨荨的东西。你以为你把我们的照片，他送给我的礼物，他发给我的短信全部都销毁了，我就可以把它忘掉吗？就可以把它从我的记忆当中抹去吗？你疯了吗，小海？为了一个楚雨荨，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吗？为了这个楚雨荨，你的命差一点都没有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小海，你不能这么自私啊！你就不自私吗？你知道他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失去的我会多痛苦吗？小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让妈妈这么失望。萝卜主动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们还是和好吧，吵架多没意思啊。你以为我想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和云海算是复合了吧？哎，应该叫做重新相识。好老土哦，好像他是你儿子一样。不管叫什么，反正我现在感觉很好。哎，你现在感觉是很好，可有人就要难过了。谁啊？在我们周围的朋友应该都祝福我们的。唉，可怜的端木，这么好的男孩子。可惜了。端木，你觉得端木好，我去告诉上官。哎，为什么每次说到你的事都扯到我的身上了？我是替上官监督你啊。不对吧，你怎么做起上官的卧底来了？